183啊，中心角点点啦。今日133咧，就三位好路啦。唔好以为呢度一路慢升上嚟，升咗好多。因为我记得咧，我系呢日写嘅，成交都大咗啦，3月16日啦，2.95啦。佢嗰阵时计个 P/E 系9倍，但系香港同业平均系9倍啫。但系你睇下香港宽频啊，之后623香港电信啊。是多佢好多倍啊，即系多佢2-3成以上啊，佢个空间就喺度咯。咁而佢一嚟个派息咧，有成8.3，又高息又平。今年个主题就系呢啲嘛，因为预计如果你成年嗰个息口都维持喺5，大家会攞呢个做参考嘛。成个亚洲更加唔使讲啦，16倍系啦。咁嗰阵时就话可以沿住10周线买啦，嗰个星期就系 hit 到10周线咁样继续上。